64岁嘅李子雄，近年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就系佢2010年再婚，娶咗有回族第一美女之称嘅内地女星，而且仲老来得子，仔仔而家5岁啦。近日佢去到市集买嘢，18蚊人民币一大袋嘅厕纸，佢都要讲价，仲讲大话话自己系本地人。之后佢又专供廉价嘅衫，买咗条颈巾送俾老婆，虽然唔系咩名牌。但他老婆一样甜到入心，果然是物轻情意重啊。